在晴川食水含原量超标爆出近两个礼拜，总承建商中国建筑终于回应事件啦，话深表遗憾，向启晴村所有村民致以深深的歉意，又话如果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有责任，愿意换晒有问题的水喉。不过由于事件原因仍然调查紧，而家唔方便做任何评论。仲话会秉承社会责任，进一步加强工程管理，杜绝同类事件。